热巴拥有精致外貌加上活泼可爱的个性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近日他参与旅行综艺《花儿与少年》，与青兰、秦海璐、辛芷蕾等人到海外录影，期间他被男星王安宇截图下了不少搞笑表情，对方还频频调侃迪丽热巴，并模仿起他的搞笑表情，让一旁的迪丽热巴哭笑不得地表示，他总能接到这种奇怪的表情。为了不让丑照流出，他向王安宇提出以2块钱人民币买断照片的请求，却遭到对方拒绝，甚至开出20000欧元天价。迪丽热巴听完后随即放弃挣扎，表示那你还是留着吧。两人逗趣的互动让网友们纷纷留言笑称热巴真的好可爱，也不忘调侃迪丽热巴在这一趟旅行中真的产出很多表情包啊。Bye.